Hello， 欢迎收睇今集嘅 Player Studio， 我系 YT。今集同大家开箱嘅就系，噔噔 ，Dilas Solo Holder 嘅呢一个嘅 Wonderlight Book 嘅 Holder， 同埋呢个呢一个嘅三隻小猪嘅 Wonderlight Book。今次开呢一盒嘅商品啦，咁啊，某程度上系。呢、這個 Command Rider Saber 係今個月所推出嘅，應該係第七件商品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其實今個月咧，佢推出嘅商品咧真係好多啊，好密添，起碼一個禮拜咧出成兩至三件商品。咁啊，今次啦，咁啊商跟住計落計計埋埋啦，咁啊其實呢一個咧已經係唔知第三、第四定第五件商品啦，係啦。如果我之前，喂頭先講第七件，應該第三、第四、第五件左右嘅啫，係啊。今次啦呢一個嘅商品啦，其實今次咧我主要玩嘅咧，其實就係三隻小豬嘅。呢、这個三隻小豬啊，咁呢個三兄弟嘅 Wonderlight Book 啊，係啦。咁啊，至於呢一個 Holder 啦，咁我就唔會試啦，因為之前玩呢個 Saber， 即係玩個第一個 Holder 咧，之前試玩個 Holder 咧，其實個 setting 係一樣，玩嘅一樣嘅，都係可以插把劍落去嘅，其實係咁我都唔多玩呢嚿嘢，主角玩呢本書啊。咁啊，其實呢一個嘅 holder 啦，咁其實主要咧就係俾呢兩位嘅 rider 去使用嘅，包括劍爪同埋佢啦，咁啊兩位嘅 rider 去用呢一個 bell 啊，咁啊同埋嗰個嘅Wonderlight Book 嘅 holder 啊。好，咁啊唔講太多啦，事不宜遲啦，開呢盒嘢啦。哎呀，咁啊，首先啦，咁啊，玩本书之前啦，都俾大家睇一睇呢件 Wonderlight Book 嘅 holder 嘅实物啦。咁啊，其实上次咧同大家玩嘅时候咧，玩嗰个 holder 咧 ，Wonderlight Book 嘅 holder 咧，其实就系黑底银色嘅呢个位啊，银色嘅位置啦，咁啊啲字啊银色咁样啦。咁今次咧，佢呢一个 holder 咧就变咗银底，咁啊变跟住就中间呢个位啦，文字位置咧就变咗金色底嘅。咁啊，呢一件玩具上面咧银色咧就变咗灰灰地啊，咁啊我都系嗰啲灰胶咁嘅样咯，咁啊其实成嚿嘢咧，尤其是呢嚿嘢咧胶嚟嘅，冇特别啊，哼咁胶嚟嘅，真系唉揾笨啊！即系如果唔系因为呢本咁嘅三只小猪 Wonderlight Book 咧。即系我谂呢盒嘢真系唔会买咯，买嚿废胶翻嚟，净系斋要个 bell 咁样，同埋呢两号个呢个 holder。咁我不如实际少少啦，唉买嗰个专系真正正摆 Wonderlight Book 嘅个三格嘅嗰个 holder 噶。唉呢嚿咁嘅废胶。咁啊呢一个三隻小猪嘅童话书嘅呢个 Wonderlight Book。好咁啊，净系斋听呢个 Wonderlight Book 嘅个声效先啦。咁啊，拆咗个格电子先。好，咁啊，都系嗰啲咁嘅介绍声效啦 ，Wonderlight Book 啦嗰啲啦。咁啊，三只小书啊，同上次嗰个忍者传咧一样噶，猿飞忍者传都系插喺第三格。好，咁啊，而家玩咗呢个三只小书先啦。咁我亦都已经攞咗，真。成件 Sword Liber 好咁啊！头先听咗第一个声效，咁啊打开本书个页面睇睇先，好得意啊！其实咁啊，大家望三隻猪物个死人样，然后咧再加埋嗰、那个最细嗰个三弟嗰个猪咧砌嗰个嘅屋啊，咁三隻小猪嘅故仔大家都应该听得多啦，咁啊稻草嘅屋啦。大哥啊，系啊，用稻草屋啦，跟住二哥咧就用呢、木材做屋啦。咁至于三弟咧，就用呢个砖头做屋啊。咁啊，好聪明嘅一只猪啦，叫做系啦。咁啊，至于今次啦，攞呢一个做题材咧，都几得意嘅，起码叫做吸引咗啲小朋友咧，佢真系睇呢一个嘅 Saber 先，因为有好多嘅童话故事咧，都其实今次都收录咗喺呢一套 Saber 作品里面啊，都几有趣啊，令到好多可能细细个就已经听呢啲嘅童话故事嘅朋友啦，咁啊都有翻啲嘅回忆咁样啦。好，咁啊望一望打环呢个位置，其实咧我每一次见到绿色咧，我都好惊，因为咧嗰啲绿色咧啲字好难睇啊，同黄色有得挥，真系攞命。好。咁啊，听一听个叫名嘅声效先。
Koda Sankyodai， 咁啊呢个咧声效咧就变上好似弹咗三只小猪乜咁嘅死人样出嚟，啊好鬼搞笑！诶、這个 TV 版里面咧，其实啱啱对上嗰集登场嗰集咧，咁啊上一集啦，咁啊 Saber 用咗呢一个嘅 Wonderlight Book 啦，咁啊叫咗个三只小猪出嚟咧，好鬼搞笑嘅，咁啊好而家啦，咁啊即时试下插落去呢本呢一个嘅 Sagan Sodolight 嘅时候啦，究竟。个声效、变身声效同埋必杀嘅又系点嘅咧？好，首先开咗射箭 Sodolight 先，好，然后试变身声效先嚟。好，拔刀。咁啊，大家见到啦，头先即系当掹刀之后，当去到呢本书个叫名嘅时候咧，就变咗做绿色灯啊。咁啊，望一望翻嗰本《Wonderlight Book》嘅第二页嘅版啦，咁啊就系一个猪头，再加埋系嗰间屋嘅做一个匕首位咁样。哦，其实几挡得嘅，其实据我所知个喺个 TV 版里面啦。咁啊，几得意嘅一个图案嚟讲，都还可以嘅，都叫做几吸引嘅。好咁啊，试埋必杀技声啦。首先，唔玩拔刀住啊！冇乜特别。好，拔刀又点呢？都系嗰啲咯，冇乜特别嘅声效，简简单单咁。喂，有观众朋友问我啊，喂，点解咧？你喂要咁样拍法咧？我次次见亲你咧，用咁嘅方式拍都好辛苦喎。咁啊，解一解答翻先啦。咁啊，其实咧，因为我未买到嗰个摆腰带嘅台座啊。咁其实咧，我已经订咗噶啦，订咗嚟紧咧新嗰个白色嘅嗰个台座啊。咁啊，都会好似大概一月会出啊，会到货嘅。咁啊，应该可能到时一月咧就会可以有个新嘅台座同大家玩腰带啊！哇，好开心啊！咁样好咁啊，今次啦咁啊，同大家讲一讲同佢俾个分先啦。系咁啊，呢一本书其实真系冇乜特别，真系好闷咯。又系呢啲，唉，真系。即系不过啦，咁啊，如果嚟紧希望佢，因为其实咧，据我所知啊，嘛睇咗网上一啲公布就话 ，Saber 今次啊，又 total 有13个 Rider， 又13个 Rider， 即系好似当年龙骑咁样咧，出13个 Rider 咁样。咁啊，而家啦，咁啊，其实某程度上就希望佢啦，呢、這个 Second Sword Rider 咧会出一个绿色嘅 Rider 啦吓，咁啊可以玩到呢一个绿色 combo 啊。咁啊，绿色嘅联组 combo 啊，非常之好啦！希望到时可以即系上次拍嗰个《猿飞忍者传》啦，同埋呢一个三只小猪嘅呢啲 Wonderlight Book 啦，都可以有一个同色系嘅 combo 玩到，可以多啲变化变样嘅。好，咁啊，今次打个分先啦，五分啊，因为真系冇乜嘢玩。咁啊，声效嚟讲 OK 嘅，咁同埋都几得意啊，咁啊，封面又几有趣，几得意。咁啊，俾个五分佢啦，咁啊，叫合格嘅，好啦。咁啊，今集系玩咁多先啦，我冇乜嘢玩，好闷啊！好啦，下集再见啦，拜拜！中意我嘅影片记得 like 同埋 share 翻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acebook 专页出嚟啦，同埋啦记得 subscribe 翻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同埋揿翻隔篱嗰个啷啷，会第一时间收到我最新嘅影片资讯。咁啊，另外啦记得 follow 翻我嘅 IG、Instagram 哦。另外，我嘅 PayMe account 已经正式开通咗噶啦，咁啊，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下小弟啊，货金俾我啦，咁啊可以令到我有更多嘅资源俾我去。拍一啲更加有趣嘅片啦，或者更加多嘅主题嘅片可以俾我拍嘅。咁啊，大家记住咯噃，有好玩嘅嘢就会有我嘅 Player Studio。